你好，欢迎收看1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卢宇慧。卫福部桃园医院院内感染的疫情持续扩大，为了防堵疫情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要强化医疗院所门禁管制措施。目前在花莲地区，分别是卫福部花莲医院、门诺医院还有慈济医院跟进调整探访时间，还有订定相关的管制措施。如果有要探病或者是到医院的民众，要特别注意。近日来，卫福部桃园医院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院内感染事件，没想到短短几天，从原本院内感染升级到社区感染事件，许多县市也都动起来加强防疫。为了防堵疫情，避免群聚，花莲县政府也宣布取消过年期间年货大街活动，还有太平洋灯会的开幕仪式。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强化医疗院所门禁管制措施，将原本每日固定两个时段探病时间缩短为一个时段，每次最多只开放两名访客，陪同病人住院的陪病者也以一名为原则，并且都要采实联制登记。目前在花莲地区，分别有卫福部花莲医院、门诺医院、慈济医院跟进调整探访时间及订定相关的管制措施。在花莲医院部分，加护病房、一般病房、呼吸照护病房所开放的探访时段，分别是上午10:30到11:00、上午10:00到12:00，以及上午10:30到11:30。门诺医院则不论是普通病房或者是加护病房，每天都只开放一次，时间是上午10:30到11:00，而且只有开放 N 字楼大门进出。慈济医院部分同样也只开放一个时段作为探访时间，在每天上午11:30开始。一般病房开放一个小时，加护病房及呼吸照护中心则只有30分钟。此外，在各层楼开放的时间也会稍作调整，只有核心楼急诊大门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候开放。如果有要探病或者是到医院的民众，可要多加留意了。记者李晴，花莲市报道。